最簡單的要專業態度，即是你不可以譬如遲到啊，又俾衫你穿，你又要連衫連四啦，粗魯啲講句啦，係啦，咁你要做到個客嘅要求咯。咁個客譬如個 design， 我要好 cool 咁行出嚟呢度，唔係咁樣嘅，你做翻自己嘅個 style 嗰陣，即係唔係好 match 到個客嘅要求咧，咁又呢一個就代表唔專業咯。咁所以我成日覺得你做做得呢一份做到呢一份工作，你一定要係一係做最好，一係就唔好做。我嘅宗旨。點解咧？因為你永遠你應承得個客做呢一份呢、這個 job 啦，你一定譬如你 MC 咁，你一定要做好呢份工啦。係。咁我先至覺得對自己同埋對個客先有好交代。嗯。咁嗱，譬如我啱入行，我都唔係第一個節目，第一日就專業，即係都喺度發夢過啊！咁係突然間有一刻唔知點解，即係開竅醒咗先至啊！原來係要咁樣咁高 level 先至係叫合格。細個就覺得咁就得噶啦嘛！你入行咁，你唔會第一日行千條已經係滿足曬客要求啊！即係總有混混噩噩或者傻傻更更嘅日子。你係咩時間開竅同埋點解開竅？同埋有冇俾人鬧過咧？成日俾人鬧，成日俾人鬧。尤其是第一次做 show 咧，腳震啦，真係腳震手震。完全唔記得曾經，因為以前嘅 routine 咧係有兩個有四個冇，而家唔簡單一個一個，成日俾人鬧，俾落到台鬧到，總之鬧每一次，一驚咧，個人你就會做錯嘢啦，就好勤，你就做錯任何嘢都會失手嘅，一定會俾人鬧，咁鬧到醒，真係鬧到醒，有冇喊過？有，係啦，你快啲減肥，你唔再減肥，你要嘢做。